行，赶紧走啊！别别别，小月姐，拿钱。啊，下次别再犯了。还是小月厉害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这群租客可以住的这么舒服吗？你的锅用完之后收了吗？收，我马上收。还有你自己的东西老是放在公共位置，以后注意点。是是是。哎，你好，请问这里是有房间出租吗？ 废话，给我。明知故问，你要租房啊？是。最讨厌男人说话婆婆妈妈的了，跟我走吧。就是这儿了。就这样啊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要不要收音机、留声机、电话机啊？ 有吗？有，当然有，静安区的洋房里面应有尽有，设备齐全。但是你租不起，说一句话，租还是不租？租，多少钱？10块钱一个月，一个月上期，2个月按金，总共30，即刻入住。10块钱一个月，这也太贵了吧！我来上海还没找着工作呢，能不能便宜点啊？不能，滚！哎，我坐坐坐。 坐，大姐，你就少收点吧。看在你叫我大姐的份上，我就给你少一点吧。那谢谢大姐，那你能便宜多少？9块半。就便宜5毛钱？5毛钱不是钱呀，那你给我5毛钱呀，10块半行不行啊？9块半，就9块半。总共28.8块，即刻给钱。 你要干什么？喂，我警告你啊！我给你拿钱啊！给。那，这是大门钥匙，你房间要上锁就自己去办。什么贵重物品遗失，我概不负责。 厨房跟厕所呢都是公用的，但是都有规矩，都在客厅的租客守则上面，违规者要罚款。罚款？还有，大门钥匙要是遗失的话，要罚3块钱。3块钱？这么多？你姓什么叫什么？陈清田。清田。 哎，这小月昨天不是还问你有没有人租房8块钱一个月吗？你看这个人啊，一看就是个老老实实的乡下人，这小月还不一刀砍下去啊？哎呦，真可怜！来，准备好，一会儿这个地方小心点儿。来，走。这起来，这手抬起来点儿，腰靠紧我，靠紧我，明白吗？哦哦哦！凶，贴紧！干什么，臭流氓！哎，陈小姐，你没事吧？ 就是两个人靠，本来就是两个人贴的和抱的很紧的，又不是我发明的，你说你学不学？学，学就过了。靠紧我，腰下去，手说了很多遍了已经，严肃点，不好好学你。哎，诗言，你来了，陈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让淑媛来的，我想着你们两个都会跳交谊舞，我就请她过来，你们两个一起示范给我看啊。 程小姐，这是交谊舞哎，怎么能看看就会呢？你得自己练明白吗？那也不能闭着眼睛瞎跳啊！有人示范学得更快嘛。幸亏你来，淑媛。没事，我来帮你拿包，谢谢。来来来，看好了，来吧来吧。啊！我承认，我是个既自私又胆小的人。 为了逃避文种，我竟然把淑媛当成了挡箭牌。为此，我深深地鄙视我自己，但同时又发自内心地期盼他们能够和好。然而，
为什么在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，我的心中还是不由自主地溢出了一丝酸涩，这甚至让我不敢直视文中的眼睛。陈英，你看清楚了吗？看得特别清楚，这有人一示范吧，我就学得特别快。文中，好好跳啊。这双鞋子只穿了一个月就磨破了，有没有好一点的？这双鞋呀比较便宜，质量肯定比不上好的。您看一下这款，这双鞋呀是从法国进口的，国外的舞蹈学校的学员都是穿它来练功的，您要是穿了它半年都不用换。这双多少钱？6块钱。6块？这个才要8毛钱而已啊。一分价钱一分货，鞋子最讲究的是舒适度，你还是买一双好一点的鞋子，可以穿得久一点，而且也很舒服啊。话是这么说，算了，我还是再来一双这个吧。谢谢。好吧。钱。谢谢。你好。你好。刚才那位小姐的鞋号，最贵的那个，给我来一双。先生，您是要送给刚刚那位小姐吗？要不要我帮您叫她回来试穿一下？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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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帮我包起来就可以了。好的。我怎么才能让她接受呢？哎，这样吧，再给我来一双，要2双。先生，您真是一位有心人，我相信你女朋友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女朋友长得漂亮吗？你们俩呀特别般配。谢谢谢谢。吓我！对不起啊，高先生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程英她不在啊。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丁英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去找了一个我做鞋子生意的朋友，他送给我2双舞蹈鞋。我家就我爸跟我俩男人，这不跟我开玩笑呢吗？你说，哎，听说这是最新款的国外货。国外货呀？对。干脆要不送你得了，我这鞋留着也没什么用，迟早也得送人的。送我？对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来。谢谢高先生。这2双我可以换着穿了。哎哎，等会儿。2双你换着穿啊？哦，那不然呢？不是，你就没个朋友什么的可以送吗？对啊，程英。对吧？我一激动把这事给忘了，我回去就马上送程英。哎，但是你千万不能告诉他这鞋是我送给你的。为什么呀？你也知道他对我，他万一知道这鞋是我送给他的，我省得麻烦，你也赚个人情。行，那这鞋我收下了，谢谢你还让我做个人情。记得我们俩之间的约定啊，别忘了。谢谢高先生。拜拜。再见。别人送的，当我傻呀？哎呀，这恋爱中的人吧，还真是花样多。啊，林老板。林老板，金姐。林老板。你好。
哎呀，林老板，哎呀，周局长，你好，你好，金姐，哎，您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多日未见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吴总长，高部长，总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吴总长，这金舞台歌舞很出色，竹水服呢也不错，目前呢在上海。 啊，也是一等一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，这全是仗林老板和金姐的经营有术啊！我在南京已经略有所闻，林老板，难为您那么年轻，有为啊！吴总长，您太夸奖了。今天高部长也在，你与高部长的公子关系甚密，我们都知道啊，现在可算是一家人了。 各位贵宾，大家晚上好！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金舞台已经开业半年多了。为了加深观众对我们歌舞演员的认识，这个月我们金舞台内部决定，票选出最佳新星选举的候选人。进场的观众可以把你们的姓名、地址写在门票的背面。 表演结束之后，把你们手中的票投放到你们最喜爱的那位新星名下。每天我们都会公报票数，到了这个月底，得票最多的这一位新星将会代表我们金舞台去参加最佳新星的比赛。给这位新星投票的观众，我们将会从中选出三位幸运儿。 分别获得100元的奖金以及10张金舞台的入场券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请大家踊跃投出你们最喜爱的星星。好，来，小心点啊！来，这位是吴总长，这位是高部长。 欢迎来到金舞台，过奖，我先谢谢您。你好，来，喝一杯，来一杯。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？我又不吃了你，又要去找淑媛啊？ 不是你现在是不是没有淑媛就没法跟我在一起好好待着呀？我可没那么说。你是没那么说，你那么做的。行了，我了解你的心思。但是你也得允许我有反抗的权利吧？既然下着小雨，走，我送你回去。你不能反抗。走。我听说你们今天宣布了最佳新星候选的事儿，我和山青出去一趟回来晚了，怎么样？什么比赛规则？ 又不是你比赛，你操什么心啊？我不操心你的比赛规则，怎么陪你练习啊？你这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丁英送的舞鞋。哟，人缘这么好。这双鞋舒服吗？那当然了。说来也巧，这双鞋我下午就看过，没舍得买，后来丁英买了，还送了我一双。这个牌子的舞鞋穿着可舒服了。 你看大家对你这么好，是不是你要专心练习舞步啊？不要辜负我们金舞台所有人对你的期望啊！你放心吧，我都学会了。
那个舞步不就是这样的吗？我都学会了。你这第一步就迈错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清透冰凉的雨丝，暂时冲刷掉了我心头的阴霾。不知从何处飘来的微微花香，钻入鼻中，伴随着旋转的晕眩，让我微醺一般的有些飘飘然。若时间能就此停留，该多好！这一刻，但愿长醉，不愿醒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从金舞台出来，来了一个朋友，我出来应酬一会儿。这么晚了，在这干嘛呢？啊，跳舞呢。这位……哦，爸，我忘了跟您介绍了，这是我好朋友程英。高伯伯好。嗯，知道。金舞台的歌女嘛。行了，别在这站着了，跟我回家吧，告辞了。我不回去，这不下雨了吗？我得把程英送回去。哎，不用了，高先生，宿舍很近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那怎么行？高伯伯，高先生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哎，再见。不是你，你把伞。哎，行了，回去我还有事找你谈。高部长的出现，轻而易举地戳破了我那如肥皂泡一般的脆弱幻想，而越是美好的梦，醒来时就越感到凄凉。说到底，我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雨仍旧缠缠绵绵地下着，然而这夜却似乎越来越冷。你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啊，你不是去歌厅上班吗？怎么跟歌女勾三搭四的呀？啊，人家有名字，您能不能别老歌女歌女的叫我？难不成我错怪他了？今天晚上我可是看他表演了，丢人现眼，成何体统？我还没说您呢，您不是一向自诩清高吗？怎么也跑到金舞台去看演出了？这看演出吧，还看出一肚子心得来，厉害啊！我那是为了工作，跟你不一样。我问你啊，你一直跟舒媛闹，是不是跟这个程英有关系啊？没有啊，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。哼，今天晚上你们在街上的一番举动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不同寻常。爸可是过来人，你别瞒我。啊，您是过来人，您过来都过来好几十年了，现在是文明的新时代，好吧？那交朋友可不就得这样吗？怎么我还得男女授受不亲，然后见面不说话呀？文忠啊，爸不是专制，自古以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死在了风花雪月上面，爸是怕你年纪轻轻把持不住，万一出点事儿，毁了前程不说，还毁了高家的名誉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爸，我会注意的，一定不会这样的。还有啊，你和舒媛快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，做事情得有个分寸。你看今天晚上这事儿，得亏是我看见了，要是让你罗叔叔看见了，怎么向人交代呀？不是，怎么着？我交一朋友，我还得去跟舒媛的爸爸交代是吧？那也得有一个标准呀，一定是身家清白、品性纯良的，而不是像程英这样的人。程英个性单纯，心地善良，您了解人家吗？您见过他几次就这么说人家？个性单纯的人不会到那种地方去工作。行了，爸，我不想因为这种问题跟您进行无谓的争执，好吧？我睡了。站住！我还没说完呢，你给我坐下。啊，行，您接着说，您接着说。
还有啊，你跟林世威的交往也得注意点。你出去是代表高家，你是法务部长的儿子。现在我听到社会上有一些传闻，说我跟林世威已经结盟了，这对我的仕途是非常的不利的。反正至今为止我是没看到他利用我，但如果您非得听外面那些流言蜚语，那我也没办法。那是你没看出来，我看报纸发现，每一次你跟他出去，第二天都会有大幅的照片看出来。我觉得这肯定是他故意安排的。哎，爸，在您的眼里啊，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好人啊？好像是所有的人都想把您的儿子吃掉一样。那干脆这样吧，您以后您别叫我儿子了，您叫我唐僧吧。睡了。你就是猪八戒，还唐僧呢？茶叶蛋，茶叶蛋，新鲜出炉的茶叶蛋。先生，买个茶叶蛋吧。您买个茶叶蛋吧，先生，买个茶叶蛋吧。滚蛋！茶叶蛋没了，我妈会打我的。滚！没事吧？干什么？一个大男人就这么欺负一个小女孩？好，挡住了老子的去路！混蛋，你道歉，赔钱！你是他同伙啊？道什么歉啊？这位先生，你还真威风啊！废话！站住！本来呢，我还想多夸奖你几句的，但是你却对我粗声大气，你恃强凌弱，然后我心冒冷气，连小女孩都不放过，人家保姆家境已经够可怜了，你还这样对人家不依不饶，她仗义出手，我这是替天行道。滚！我该。小玉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那当然。来，小姑娘。拿着这个，快回家吧。谢谢叔叔。去吧。哎，对了，刚刚家里啊有一个人来找你，好像是叫有良，拿了好多吃的跟用的，我都放在你的房间了。听说是你妹妹送给你的。哦。怎么都没听你提起过有这个妹妹呢？但是好像你妹妹都挺关心你的样子啊。我还没找到工作，所以说没脸见她。那你妹妹在哪儿工作呢？为什么她不帮你介绍？她太忙了，我不好意思打扰她。到底是不是亲妹妹啊？这么见外。照我说的话，你这么笨，就该离你妹妹近一点。这样的话，要是出什么差错，她还能帮你接应一下呢。那我去看看她吧。哎，你刚才啊，真的是太勇猛了。其实你这个人啊，并不算坏。我当然不坏，我啊，是看你笨。要是没有我这种聪明的人给你指引啊，我都怕你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上给我呢。你就不能不骂我呀？不骂你难道打你吗？笨，你赶紧去找工作吧。青天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没回老家？没回去，放不下程英。哦，也好，留下来有个照应吧。哪里，光添麻烦了。那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跟我上去吧。他在训练呢，训练完了咱们一块吃午饭。走。不了不了，我得走了，高先生。我之前做工的那个工厂停工了，我得去找工作。啊？那你要不要跟他说一声？不用了，我怕打扰他。程英知道我在找工作的话，又想让我回乡去了。哦。没事儿，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，不跟他说没关系，省得他操心。我给你找不就完了吗？你就来精武台吧。我怕他回头反对，你知道的，他不想让我离他太近。怎么会呢？程英经常跟我说啊，他最关心的就是你这大哥了。上次在宿舍那事儿我最了解，他就是怕你受委屈。你要在精武台找到工作，你也不会受委屈，对不对？他担心什么呀？他是你妹妹，你还不了解他吗？刀子嘴豆腐心。真的可以吗？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还是太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你相信我，真的一点都不麻烦。那这样吧，高先生，你给我找一工作，能离他远一点，我能看着他就行。哦，我跟道具部的人还算熟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在道具部我给你找一个道具小工，你先干着，你觉得行吗？
当然可以了，太谢谢你了，高先生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走走走。陈英，林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两天忙，感觉很久没见你了。你怎么样？嗯，挺好的。要不我陪你跳一段？即兴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尽力而为吧。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个冠军给拿回来。我拿冠军对金舞台那么重要吗？太重要了。庞大昌一直跟我斗，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局。您跟庞老板有仇吗？是啊，他杀过我兄弟。真的杀人啊？在上海都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位置，难免有时候会使用一些手段，每一个人都是踩着别人往前走。哎，怎么你也要踩着我往前走？不是的。那您杀过人吗？你觉得我像杀过人的吗？大哥，哎，文忠，他不是要参赛吗？得练武，我得陪陪他，他是我培养的，所以没事。大哥，我来了，你不用管了，我来陪他跳就行。你来，我先走。哎，干什么呀？你搞搞清楚好不好？我才是你的伯乐，我才是你名正言顺的舞伴，好吗？我说你这个人早不来晚不来，非要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吗？你跟我大哥，你们俩有什么关键的事儿？来来来，说给我听听。知道我为什么迟到了吗？啊？对了，舒媛怎么没来啊？你能不能重视我一点？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，好不好？你能有什么正事？我给你大哥找了一份工作，他现在已经是我们金舞台的一名正式员工了。你疯了吧？你不是应该表扬我吗？什么叫我疯了？我忙前忙后的带着你哥办入职，我辛苦了半天，你连句谢字都没，还推我？不是，我上辈子真的是欠你的，你净给我捣乱，我好不容易把我哥弄走，你把他找到金舞台来多危险啊！不是有什么好危险的呀？你哥这两天失业了，想找你又怕麻烦你，在楼下转了半天，我看见他，我能不帮他吗？你得有点感恩之心，你知道吗？你哥对你这么好，你们俩离得近点还能互相有个照应，不挺好的吗？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有什么好复杂的？我懒得跟你说，我哥呢？成为正式员工在搬东西呢。哎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哥。哎，陈英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是不是高先生跟你说的？你来这儿工作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之前去工地找过你好几次都找不到，还得让有良哥给你带东西。啊，我是想混得好一点再来找你的。不过没关系，这儿的人都不知道咱俩的关系。不会给你丢脸的。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我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也没错呀，而且还可以离你近一点，你有什么事我还能帮得上忙。哥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哪用事事都要你照顾？也不是事事，就是一点点小事也行啊。你在这工作都负责哪块啊？辛不辛苦？哎，这儿可比工地强太多了，而且这儿的人啊都很文明。他们说了，如果我们干活干得好的话，还可以看你表演呢。那就好。那这么说，你是同意了？哎，那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还得干活去呢，我先走了。知道了，好。啊，世伟呢？金姐，林先生今天有些头痛，他在楼上呢，已经睡了。
哦，您在这等我一下，我上去拿份文件，你明天一早给客户送去签字。好的，金姐。一间密室。密室。里面有什么？我可以不进去，但是你要告诉我里面有什么。里面有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曾经说过，我的书房不能随随便便进来，这是我立的规矩。规矩，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那么多年，今天才知道这里有个密室，你觉得这正常吗？这就是你说的规矩啊，凌世伟，你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秘密要对我藏着掖着？我街坊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这跟信任没关系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，别挑战我的底线。底线？不对不对，我们俩现在越来越不对了。你心里有别人了，程英对吧？我说你是不是故意找茬？我没有找茬，你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呀？你看什么了啊？这好端端的过日子，你整天疑神疑鬼的。好端端吗？现在的日子哪里好端端了？我得枕边人，我住了十来年的家，有个密室，我今天才知道。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别问这么幼稚的问题好不好？我把公司那么重要的事交给你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是你的女人，我不是你的助理。你要是不爱我，不想娶我，我们可以分开的。没人把你当助理，整个上海滩谁不知道你金凤是我林世维的女人？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你不知道吗？你亲口说的选上商会主席，我们马上就结婚，半年了，林世伟，你提过一个字没有？原来你有这么多怨言呢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没有人逼你跟我在一起。林世伟，你太过分了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你怎么想，在家里怎么闹都行，出了这个门你给我配合点。什么？你说林世维的书房有一个密室？对，就连金凤都是昨天晚上才知道家里有一个密室，他们还大吵了一架，林世维警告他以后不可以进去。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啊？这么神秘，会不会是林世维干坏事的证据啊？这个不清楚，但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金凤这么多年都进不去的地方，咱们想要进去的话恐怕没那么容易吧。我努力想想办法吧，要是真能进去的话，说不定就能揭开林世维的真面目，让他身败名裂。林世维这些年做尽了门面功夫，名声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二小姐，如果你真想进那个密室，你一定要在金舞台好好干，争取林世维的信任。嗯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林世维干了这么多坏事，肯定会露出马脚的。我几次三番套他的话，他都答得滴水不漏，看来这个密室我们还非去不可了。哎，对了，
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，总来孤儿院还是有点不太方便。你放心，有我呢，我会经常来看大小姐的。谢谢你，有兰哥，幸好有你。不客气。大小姐还活着，这是上天的安排。走吧，咱们进去看看她。看你了，姐。妹妹，你是在叫我吗？美柔，姐，你认识我了，你知道我是美柔了是不是？太好了，姐，好烫啊，我姐发烧了。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今天就发烧了？快去医院！来，走。大小姐昨天受了点风寒，应该没什么事。要不你先回去吧，这边还有我呢。你那边还有表演，别耽误了，要不然会引起怀疑的。嗯，我这就回去拿些钱。医生说我姐姐营养不良，我想先交点住院费，让我姐在医院调理调理。还有啊，你出入也要小心，林世伟耳目众多，千万别让他发现了。嗯，放心吧。不过二小姐，这家洋人开的医院住院费应该是不小的数目吧？费用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嗯，好吧。票数领先有什么用？也换不来住院费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帮我推小酒，咱们按天计算提成，这样多好啊！你今晚帮我卖出去多少瓶，我就给你结多少瓶的钱，怎么样？我们金舞台有规定，我们是不能进内场。你看看我这刚工作，一直都没开张呢，这个提成真的还可以再商量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不是钱的问题，你懂吗？行。先生，你是要卖酒吗？是啊。那你把提成给我，我帮你卖怎么样？程小姐，你不是在说笑吧？您堂堂一个台柱子，还用得着给我卖酒吗？嗯，既然你知道我是谁，那你应该很清楚，这酒我是卖得出去的。不如你给我一个好的提成，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推销，怎么样？那太好了！如果今天晚上这些酒卖出去的话，我就给你所有利润1/3的提成。成交。二位今天又来捧场了。是啊。今天可以尝尝这一款新酒，味道特别的好。可以啊，那我要是要一瓶的话，你能不能陪我喝一杯？我们有规定是不可以喝酒的，不过如果您点这款酒的话，我待会儿可以帮您添酒。那当然好啊。那就给我们来一瓶，没问题，我马上让服务员给你来瓶新的。好，嗯，失陪。好。陈英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不就下台应酬吗？怎么还陪酒卖笑了呢？谁知道他又犯什么毛病？不就张选票吗？他会不会算这笔账？不行，我得跟他说。哎，行，回来。他就给人倒杯酒，又不是被人调戏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他脑子不清楚，我得帮他呀。你哪是去帮他，你那是去骂他去了。他推销那么卖力，你买瓶酒不就得了？我是很有原则的，好不好？这种不该支持的，我肯定不会支持。嗨，好久不见啊，侯爷。看什么呢？哦，调戏红艳姐是吧？我们是单纯的新闻拍的。真不愧是我卓山青的朋友啊，放着大家小姐不行，非得来这儿趟这趟浑水，是不是？哼，想要趟这趟浑水的又何止我一个人呢？
起曾爱过，为爱去恨过，最后只剩下罪过。